有飞刀爱剑，刀爱剑，飞剑连天不勒背，背连天，哎哎路勒，哎哎勒。爱刀舞飞刀的东爱刀东爱刀南的浪不勒勒勒刀在哎哎路勒哎哎勒啊这些呢切记俩哎呢啊，我该弯开肚哟，对开囊都来梅。现在我梅开囊哎，对都嘿，我等开囊对都梅哎。啊的仙哎呀当天修得两两酒两个方修啊梦修酒还要赶回县城啊！明天文化馆有个会，要不今晚我就住寨子里了。这次来有收获吧？有。你们这儿的离歌唱得好，我每次来都没有空手回的。那你就常来啊，寨子里的人都喜欢唱歌。听说寨子里有个叫王丹梅的，他的离歌唱得好听啊。可惜呀，来了几次，都没有见到人。他去百花岭卖槟榔了。市里的民族歌舞团到咱们县招人，我想见见这个王丹梅。阿东，你见到他给我带句话，就说我找他呢。
别找了，我后天还来呢。别忘了，我让你给王德梅带的话。大美，你长得这么好看，歌又唱得这么好，我要是你啊，肯定不干这个。那干啥？当歌星呗。你以为会喊两句山歌就能当歌星啦？那也不用一辈子待在这山沟里吧。等我卖槟榔攒够了钱，就去广州打工。广州啊，我听人说广州人都很傲的。他们都瞧不起那些不会说广东话的外地人。那广东话好学吗？我也不知道，反正听着叽里咕噜的，跟鸟语似的，我是学不会的。才回来啊！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呢。大白天的，能出什么事儿啊？等攒够了钱，咱俩去买部手机，以后就方便了。攒的钱有大用处，不能乱花。县里文化馆的老何又来寨子里来了，来录山歌吧。他来家里找你了。咱这儿人人都会唱山歌，干啥非得找我呀？寨子里的人都知道你唱得好。老何说他后天还要来。哎呀，人家大老远的来一趟也不容易。老何说，市里的民族歌舞团要招人，让他们文化馆帮助推荐人。老何想听听你唱的怎么样，要是唱得好的话，就把你推荐上去。哪那么容易啊？人家来了几次，你都不在家。要是他后天再来，你好歹和人家照个面，打声招呼。嗯。我看电视上，广州女孩都可会打扮了。去广州之前。我也想去县里买一件新衣服。现在我们哪有钱啊？等到了广州，找到工作再说吧。啊！我听人家说，广州人都可傲了，瞧不起那些不会讲广东话的外地人。寨子里去广州打工的人也不少，我怎么没听说啊？反正人家是这么说的。
广东话有什么难说的？广东话的歌不是都会唱吗？等到了广州，待几个月就会说了。信多，晚了就来不及送了。老远就听见你唱离歌，真有耳福。阿海哥爱听山歌，啥时候去我们寨子里喝茶，我唱给你听。好啊，等你成了大歌星，你可千万别不理我呀！啊，不跟你说了，又开我玩笑。阿海哥，有没有我们寨子的信？我帮你带回去。还是我自己送吧，所里有规定的。来，慢点。我先走了。记得早点回来啊。阿东啊，你真有福气，什么时候喝你们俩的喜酒啊？阿海哥别乱说。昨天 PC 巨头联想宣布将正式进军手机行业，以此作为自己在无线通讯领域发展的拳头项目。昨天，凤凰浮出水面的合作伙伴正式下滑，双方约定将分别出资9000万元和6000万元人民币，成立一家新的名为联想下滑移动通讯的科技公司。阿妈，我出去一会儿，这么晚了，上哪去啊？一会儿就回来。是去找阿东吧？大晚上的，一个姑娘家。小心人家说闲话。我去趟二婶家，一会儿就回来啊。这个星期还是你赚的多，我一个大男人还不如你。咱们有多少钱了？加上这个星期的，一共是1356。再过一个多月，钱差不多就够了。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妈说呢，她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得走了。我是骗我妈跑出来的。那明天早上老时间，我等你。明天我妈让我在家有事儿，我不能去了。什么事儿啊？我也不知道。那我走了。丹梅啊，何馆长说的对，你应该去试试。我一个乡下姑娘，人家怎么可能要我？何必去丢那个人呢？你没听何馆长说，歌舞团这次就是要找山里的歌手。你从小就爱唱离歌，这是多好的机会啊！我知道，你是担心阿东吧？阿妈，你别说了，让我想想。Thank you.
吃饭吧，菜都凉了。哦，知道了，马上来。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民主法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实现今年工作的总体要求，任务十分艰巨。市委对领导和推进全面改革发展稳定负有重要责任。兰兰姐从广州回来了，她说想吃鱼茶，一会儿我给她送点过去。兰兰这姑娘也是命苦啊，见了个广州人，在一块儿没几年就离了。今天何馆长又来电话了，让你明天一定到县里去一趟。他说歌舞团的人要回去了。知道了。今年一部分士兵因部队撤编缩编而提前退役。兰兰姐，这是哪儿啊？中山纪念堂。这张呢？海珠桥，我家就在这附近。哦。兰兰姐，这小孩是谁呀？这是我儿子，法院判给我前夫了。男人都一样，不可靠。记住姐的话，女人要靠自己，谁有都不如自己有。兰兰姐，广州好吗？再好，那也是别人的地方。昨天兰兰姐从广州回来了。我见过他了。那你问他广州的事了吗？没有。也不知道广州现在好不好找工作。
我想早点去广州。钱不是还没攒够吗？广州应该挺好找工作的。我还没想好怎么跟我妈说呢。天凉了，回屋吧。今天我去县城了。他们是怎么说的？让我回家等消息。说没说要等多久？说很快。我托一个老乡在广州给咱们联系了一家工厂，我想下周就过去。太仓促了吧，我担心我妈。你让我再想想。海哥，你去过广州吗？去过，那是5、6年前的事了。广州好吗？好，到了广州我眼睛都不够用了。可是我还是觉得咱们村寨好，广州再好，那毕竟不是咱们的家呀。啊，海哥，啊，下次你再来寨子里，我就不能拉你过河了。怎么你要出门啊？我和丹梅过2天要去广州打工了。哦。我这正好还有丹梅一封信呢。阿海哥，要不你把信交给我吧，他一大早出门了。你可一定要交给他呀，弄丢了我要挨领导批评的。放心吧，阿海哥。Thank you.
我们还是早点去广州吧。去晚了，万一找不到工作。明天早上县里有一趟去省城的长途车，票我已经买好了。给你的。钱本来就不够，你哪来的钱买这么贵的衣服？你不是说去广州得穿新衣服吗？歌舞团来信了，不着急，再等等。阿妈，嗯，我明天就要去广州打工了。是和阿东一块儿去吧。阿东这个孩子也挺懂事的，从小就没有爹妈，受了不少的苦。妈不反对你们好，只是妈知道你从小就爱唱歌，这是一个机会。妈是怕你以后会后悔。我已经答应阿东了，我不想骗他。丹梅啊，你不用担心阿妈。
这么大人了，脑子里面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你们那个歌舞团啊，说不定哪天就解散了。我和你妈呀，为你工作的事儿着急呀，你一点儿也不上心。老大不小的人了，怎么就不为自己的将来考虑考虑啊？你爸找你什么事儿啊？怎么了？没怎么。我妈同事给我介绍了个男的。这年头还请父母包办呢。就是见个面。那男的是干什么的？好像说是公务员。公务员好，
我妈她都跟我说了好几次了，我不去不好。应该去。咱们团现在面临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是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今天请大家来，就是要让大家都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谁先打头报？我说吧。好。咱们是民族歌舞团，原生态是咱们的优势。可咱们团现在的节目呢，既不原生态，更不现代。今天学学这个，明天学学那个，四不像。要是这么下去，观众会越来越少的。完了。出主意可不是发牢骚啊。不过刚才琼琛的话很值得思考。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声音啊，说我们的节目太土，跟不上时代潮流。小俊啊，你知道几点了吗？哎，这咱们团就被这些人给搞垮了。我猜你就在这儿呢。今天啊，把团长气坏了。也是。不管怎么说呀，团长也不应该在今天惹你。你什么意思啊你？啊？黄英，让我叫你今天晚上一块去看电影。我没空。他不就是去相了个亲吗？你别那么小心眼啊。真没空，哎，帮我拿着，拿着。行，走吧。哎，你就玩玩那把，不去。玩玩那把接关的。什么呀？你干点正事儿行不行啊？不是，这，我玩游戏机就正事儿，回去干嘛去？什么正事儿？团长，哎，哦，琼山啊，有事儿吗？团长，我上次提的那个出专辑的事儿，团里是怎么决定的呀？哦，你的想法团里是支持的，不过团里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除了资金以外，任何困难我都能帮你解决。团长，我敢保证，这张专辑做出来一定能赚钱，
也许还能带动团里的演出。是你的专业水平，我又不是不知道。年轻人，大胆的干，啊，钱，团里肯定是没有，力，我这团长，能帮你出。啊，一会儿文化局还有个会，我得先走了，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啊。熊战，你怎么来了？你认识有钱的老板？干嘛呀？我想拉点赞助。拉赞助？你想干嘛？我想出一张黎哥的专辑，可是没钱啊。你疯了吧你？你认不认识？不认识。哎，熊山，我得劝劝你，咱们能不能琢磨琢磨这挣钱的事儿啊？搞艺术不能饿着肚子搞，你知道不知道？要不这样吧，你跟我一块做股票。现在股市特别火，我表哥还有内部消息，基本上不赔钱，怎么样？可是我一点都不懂啊。不用你懂，把钱给我表哥，让他帮你做，挣了钱之后你们两个人分二八，你拿八。我这儿就5万块钱，行吗？5万？这5万块钱可能还真有点少，我就怕人家不带你玩儿。那行吧，我回去问问他。行，那你等我电话，你也回去琢磨琢磨。好，好，好了，谢谢。没事。谁呀？团长，您找我。哎，请进。几点了？11点。我回去了。团长说，是为了团里拉演出的事儿，我能不答应吗？你是演员，你以为我愿意这样啊？Thank you.
找我有什么事儿吗？没事啊。没事儿叫我出来干嘛？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吗？我还以为你有什么正经事儿呢。好几天没看见你了，想见见你。我妈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的事儿，我怎么知道？那咱俩算什么关系？咱俩同事关系呗。没别的。我可能要离开歌舞团了。去哪儿啊？家里托人想让我去法院。法院好，比待在歌舞团强多了。你以后要成了大法官，千万别不认识我啊！你是不是不会正经说话啊？崇山，你怎么还在这儿坐着？下一个节目就是你了，赶紧候场去。
人都齐了吧？走了啊。丹梅他还没在呢。丹梅能坐这车，早被老板接走了。我觉得呀，这事儿不能怪丹梅。再说了，丹梅她也不是那种人呢。怪我自己没本事。你呀，就是太艺术家了。你说的对，搞艺术不能饿着肚子搞。你现在终于明白了。对了，这两天啊，股市大涨，你当初那5万块钱涨了3万，变8万了。3万？嗯，这么快就涨了3万了？你当初要是多搁点，现在涨的不就是更多了吗？我那点钱不全搁进去了吗？你又不是不知道。哎，现在啊，真是。越有钱的越有钱，越穷的越穷。哎，行了，这赚点总比不赚强。来，喝酒。今天召集大家来开会，是通报一下团里的情况。最近一段时间，团里演出比较少，所以在经费、在各方面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经团里研究决定，这个月的奖金暂时停发。当然，等条件好了再补给大家。真补还是假补啊？一定补。另外，为了响应文化下基层的号召，也为了解决团里的困难，团里研究决定参加一些宾馆饭店的范式演出。不就是跑堂去吗？希望大家体谅团里的难处，放下身价，和歌舞团一起渡过难关。就说这么多，没什么事儿，就散会了。
钱不是问题，不过我有个条件。什么条件？你和我签约。我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我会全方位的包装你，让你成为真正的黎族歌后。我打算从北京请个大牌音乐制作人，为你做你的第一张音乐专辑。胡总，我也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让我们团的傅琼山做这张专辑的制作人。丹梅，虽然我很欣赏你，不过我是个商人，商人是不会冒不该冒的风险的。谢谢，再见。市场上周总市值锐减2.7万亿元，综合指数一周累计下挫8.3%。多家证券公司负责人表示，投资者应树立长期投资意识，减少投机心理。上市公司
表哥说股市出了新的政策，最近的行情肯定都不会太好了。这事儿也怪我，真不应该把你拉进来。钱没赚到，本儿都没了。我那点钱，就算是留着也顶不了什么用啊。丹梅让我劝劝你，专辑的事儿你也别太较真了，丹梅也不容易。我出这张专辑，是因为我爱力哥。那个老总爱的不是力哥。下个节目就是你们了，不在这候场，排排排，赶紧候场，拿出点专业演员的样来。专业演员，专业演员能在这种地方演吗？不在这儿演，你就更没机会上舞台了。老板，给我来一包椰王。给我打几注彩票吧。打多少？把这个钱都打了。继续。我建议还是从北京请一个音乐制作人，当然你要是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再做一做那个富琼山的工作。我希望你能够离开歌舞团到我这儿来，我把文化公司交给你来管理。谢谢胡总对我的信任。咱们两个人之间还客气什么呀？我想为你做点事儿。丹梅，你们歌舞团的情况我也了解一些。
你一定要认真考虑我的建议。胡总，再给我一点时间，我再考虑考虑。今儿大妹又给我打电话了啊，她让我告诉你，这专辑的事儿呢都准备好了，就等你了。哎，这黄英要是能像丹梅对你似的对我，我死而无憾了。我不想影响他。你和黄英还有联系吗？我今天向团里交辞职报告了。以后你打算怎么办？我表哥要去北京做生意，他叫我跟他一起去。你看团里现在这个情况，待下去吧也没什么意思，走了也算是给团里减轻点负担。你什么时候走啊？后天。那到时候我去送你吧。送我什么呀？别搞得这么煽情行不行？来，喝酒。今天晚上咱俩来瓶白的怎么样？老板，来一个海口大曲。
海中县要成立歌舞团，他们到团里要人，我已经和团里谈了。不要走。那里可能更适合我。留下吧。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ngày mơ đã vóc ca ngày mơ h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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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à muôn bài thước dâu bầu thước bầu bài ye ye ya nùm ye yo ye ya ye yo hey yo mada mada ai khun đất đã khun đông vóc đằng ngày mơ đã vóc ca ngày mơ hay hay là muôn bài thước dâu bầu thước bầu bài ye khun đất đã khun đông vóc đằng ngày mơ đã vóc ca ngày mơ hay hay là muôn bài thước dâu bầu thước bầu bài ye ye ya nùm ye yo ye ya ye yo ye ya ye yo ye ya ye yo hey yo let lom zu let da
只大龙，老只大龙比来，老啊只大来咁练，碰见白妖呀，卡见白在练嘞，热个通见我龙比马，个马通说个翻那吞。我是个老音乐工作者，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是我愿意跟我们年轻一代继续去为黎族民歌的发掘发展弘扬它，我愿意参加到你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现在我们海南在进行国境旅岛的那种建设，那我相信的话，那种黎族民歌会在我们这个国境旅岛建设的大潮当中会加以去发扬光大。我作为一个黎族小伙子，也是黎族一个黎族歌手呢，我现在的责任是收集，去下到基层普查收集，把它整理改编，同时创作，找机会创造机会，也需要各界的关注，还有专家给我们的平台，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把我们的黎族山歌、黎族的生活搬上屏幕，搬上更高的舞台。作为年轻一代的民歌手吧，就是我们不仅仅是我们是要跟那些老艺人呢，就是把他给那个走到那个进到黎村苗寨呢，把那些原始的民歌把它素材呢把它挖掘整理出来，然后是也要通过一些那些专业的一些老师来跟我们一些编配一些曲啊，能把它搬上舞台。只有这样的话，我们在我们原有的基础上面，就是传承方面才能得到很好的弘扬。大胆上出去啊，大声上出去啊，把我们一个祖祖辈辈传承下去。